哎，亲爱的，你还记得当初我是怎么追到你的吗？要啥买啥，各种名牌。对对对，我记错了，要不我还以为是爱情。你可真逗，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我们公司啊，刚来个女同事，她比你小好几岁呢。我合计了一下，当初是怎么追到的你，看看能不能故技重施一下。你可别，那个女孩是我专门安插在你身边的眼线，替我盯着你呢。哦，这样啊。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今晚早点回家，我要我的男人喂我吃饭。我会答应你，不过我会临时推脱，说公司开会，然后去找我的学妹。没关系啊，我说我要我的男人喂我吃饭，是不是你无所谓？不吃，你竟然在我对不起你的时候对不起我。记住了，你有快乐的资本，我就有越界的条件。男人啊，真是太悲催了，小时候被妈妈管，长大了被老婆管。等到老了还得被子女管。没关系啊，我不管着你，你就继续熬夜，继续快乐，反正受益人是我。想想真是未来可期啊。只要你对我忠诚温柔，我就绝对不会背叛你。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的全部，包括他的缺点。走吧，回家吃饭。我来喂你吃饭，每天都得是我。你总是十分收敛，保留着甜蜜一点，恰好有分寸的告别。